你说。我困了。正在为您关闭窗帘，正在为您打开空调。好的，正在将空调的温度调整为26度。收到命令，这就为您关灯。传统的 4G 或者普通的 WiFi 接入技术呢，它不够安全，它的空中的信道呢可能加密的不可好，那么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那么在新的双千兆的我们的技术下呢，它的接入呢是非常的安全的。